请问先生知道是何谋呀？平儿，备酒，祭堂对弈。 说起关公画虎燎毒，人们自然会想到神医画图。不过这段故事在历史上并没有。那不过是小说的主人公娄贯中的演绎而已。说来也巧，曹操和华佗的同乡，他们都是沛国侨人，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和亳州人。 地处黄淮平原的宛西郡国都是三国时期最魔的故里神医画陀的家乡。今から約1800年前、全国で軍用が割拠した頃、曹操はいち早く中原に入り、皇帝を擁して天下に号令しました。他以杰出的军事才能成为一代枭雄。 在这片国土老土地上，还干过一位名将，官武僚武之身。他由于医生医术特长，外科手术，人们曾经数枪种子，刺穿了他的腹腔，腹腔肿物几乎切除了大手术。 他发明的全身麻醉药比药理1000年以上，深得いたことになります。华佗医术高明，他的同乡亲卫自己治病，却有疑心他要谋反，治疗都一直以为自分我不是患了，结果差点死亡。浑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，赵国已竭而已，汉水依旧在，两重天。正言不过他是华佗功名大不济。